哎呦，什么？什么？所以他现在换三个眉毛吗？他们今天换了一个礼帽，换一个帽子，然后是三礼帽衫，让我们缩短保养的时间，但是不会缩短保养的效果。这么厉害？好，再看看，好，来上面洗手看一下。Okay, 那看一下我的保水度是35%，所以他今天用干的搓是吗？对，而且呢，因为对卸妆胶很舒服，那这样里面毛孔就没有。礼帽衫不见了，可以很顺手。对，试试看，来。保水度，它的保水度已经变成62%。对，其实啊，好好的洗脸比好好的敷脸还要重要。这个护肤霜真的超级有名的。那这一瓶呢，它就是将琥珀的精华加到里面，所以它有修复的效果。我们如果啊毛孔啊或者是粉刺、暗沉、粗糙等等都可以使用它，然后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呢免受于紫外线的伤害，然后增加弹性，而且可以逆转衰老的肤质。重点来了，它里面呢还是无油，所以让我们的毛孔不会使用了不会堵塞，干湿两用。刚刚示范的是干的部分，就是直接在脸上，那你也可以湿的使用，湿的就是洗脸，或者是你洗澡的时候也可以。对，非常棒，所以呢，分享给大家这瓶露丽亚的琥珀净肤精华。